台湾美女来沈阳第一天。哎，你好，可以给我拿一只汤匙吗？啊？啥玩意儿？就是喝汤用的汤匙啊。哦，勺啊？啊，你就说勺就完了呗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呢？我是台湾人呐、啊，这不是大陆有政策发布吗？我参与这个千人计划，所以就来沈阳工作了。哦，欢迎欢迎啊！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取勺去啊。来沈阳一年后，服务员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这老雪也不凉啊，屁就闲着穿着，给我动一下，别整的没有用了，别整的没有用了。